哎，兰兰，把你的手机借给我用用，我给你俩拍点照片。不用了吧？拍一点，我想让你媳妇看看。我手机没电了，回头我拍发你。我手机拍出来不好看，要不然我也……阿姨拿我的拍吧。哎，好好好，给您开好了。好。哦，就这样。对。好好。 哎，这儿，这儿好看，站这儿，站这儿，快来，兰兰，小鹿，来，往这儿站啊，站好。兰兰，你笑一点好看啊。好，笑一笑。哎，要许愿了吗？ 不好吧？是你自己说真实一点，结果还自己怂了。谁怂了？这个不太好，要不咱们再来一个吧？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哎，保持住啊，笑笑。你们俩就牵着手，我这么往前走，我给你们抓拍一点啊。走吧。 也有心理负担，我打算做好了，被你占便宜的心理准备。那你牺牲可太大了。哎，谁让我吹牛了呢？说要对你负责到底。我可没这层意思。哎，你们回下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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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哎呀，太好看了。我是想着，给你让你妈打个样。 毕竟有我朱玉在前，那你以后找男朋友得按我这个标准来，根本比我差。这也算是对你终身大事的负责了吧？哇，要找一个比你还好的，那我可是要找不到男朋友了。哎，确实有这个问题。院长，你的脸皮真的在药酒里泡过吗？反正我也找不着女朋友，我们同病相怜。 我先走了，没事，先等他一下吧。你妈拍照好看吗？我妈拍菜还行。拍菜？我妈和谢叔在菜市场卖菜，有的时候会拍照发给老顾客送货上门。 那咱们俩在你妈眼里，不像是拍两个大萝卜吧？这你就别操心了，反正是应付一下。那我都做出那么大牺牲了，不也希望这成果好一点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然可以早一点结束。哎，多出来走走，你心情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小静静。 胳膊抬起来，胳膊抬起来，不小心了。我这照片拍的还行吧？阿姨，我都看过了，您的技术非常好。哪有？你怎么还拍了这种？我当时接完电话，看你们俩聊得开心，就又拍了几张，刚巧拍上的。那是意外，他的头被球砸了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怎么，你还觉得不好意思了？ 我只是说明一下。
我给您去个卫生间。哦，去吧。要先生加九二九。救护加满。好的，稍等，谢谢。小璐，今天阿姨特别开心，谢谢你啊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又没做什么。你对我们家兰兰好，我就开心。阿姨，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其实今天之前，我还挺担心的。 阿姨，您担心什么？我们家的情况，兰兰跟你说过吗？都说过。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很好，兰兰呢，从小很懂事儿，她爸爸去世以后，隔了两年她去读初中就寄宿了。其实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很少，我从网上看。 说缺乏家庭关爱的女孩子，很容易遇到坏男人，被甜言蜜语骗了。我是做母亲的，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胡思乱想，担心兰兰受到伤害。她呢，又太懂事儿，也怕我担心，有什么难处她都憋在心里，不会跟我说的。阿姨，这方面你确实不用担心。我觉得叶石兰是一个独立自爱。 正直善良，而且也很有主见的人。对对对，他这点很像他爸爸。叔叔去世的时候，他应该很难过吧？毕竟年纪还那么小。是。怎么跟你说呢？他当时哭的都没个人样了，两天两夜，不吃也不睡。 后来是泪水着的。他醒了之后一直问我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是不是在做噩梦？”确实很难接受，我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是他，根本接受不了他爸是自杀的这个事儿。叔叔是自杀的。兰兰没跟你说过吗？ 这个没说过。其实我现在看得出来，他还是心里边很怨他爸。如果他要是没跟你说这个事儿，你就当我也没说过，行吗？阿姨，你放心。哎，都是成年老事了。今天看到你这么优秀，对我们兰兰也这么关心体贴的。 你们俩感情又这么好，我看到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。我心里这个大石头就算是落下了。你们聊什么了？哦，我是说啊，你性子太直了，容易得罪人，让小璐呢没事多提醒着你，多包容包容你。阿姨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，都是叶石兰在包容我呢。 两个人在一块儿，互相多理解，多包容是好事儿。先生，你的卡，谢谢啊，请慢坐。早。早，院长。换花了。 小雏菊，嗯，有什么说法？就是觉得好看。现在都懒得应付我了，先编个看看。花中四君子，夸你的。这是在讽刺我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亲上了缘故，觉得是我占你便宜，所以把照片偷偷删掉了。院长，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问题。 首先，既然是意外，男女平等，不存在谁占了谁的便宜。其次，嘴唇在医生眼里不过是一个器官，就像不小心被手碰到了一样。综上，这是一次意外接触事故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伶牙俐齿，看来早就有准备啊。那你为什么偷偷把照片给删了呢？不是偷删。 是手滑，真的。嗯，行吧。
被你说服了，还好你不是故意的，可以恢复，要不要发给你？ 中午给你个机会，请我吃饭。吃完饭还要给我买咖啡。